武当山呢广为流传啊，所以说武当山它既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也是一个啊非常有历史悠久的地方，崇尚于养生和道家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请我们曾爷呢，哎，寻觅一下他眼中他身上的太极啊。他80多岁的年龄，然后身体啊依然非常矫健啊，所以呢他有他的养生之道。我们请我们曾爷啊演示一下他的太极。我说的是要说你的算什么还没了怎么的我说的他让我查了你快想想好，我们从简短的一段呢，我们这个曾爷啊，他的太极当中可以看出，他有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练习方法，包括腿部的平衡啊，包括膨捋挤按啊，他有他的练法，他是根据自己的自身需要，然后呢啊设计出这样的动作。我们每个人啊，可以根据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来练就你身体需要锻炼的部位，用所需要的动作。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争议，只需要一个字，你能练到健康，你就练对了。感谢大家啊，只要大家打拳不打牌，到武当山来学点太极，那是最养生的啊，长寿。